多的基层，其实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不为了为了名，不为了利，他真心在服务。不过啊，一周刊啊，把它称为真英雄奖，真英雄奖。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欢迎第一组真英雄奖的得主——温馨厨房志工队，欢迎各位。来，一起拍照。做这个计划是我们是教会的团体，然后他们有一个梦想基金，我去写的梦想基金，然后那是我们的第一笔经费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了第一次的温馨厨房，之后的几次都是我们在地的各界人士，然后会捐助我们这样子。需要大家捐钱吗？对对，我们都是用捐助的方式。你要不要拜托现场？好，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们温馨厨房，愿意支持我们年轻人的话呢？我们可以一起为我们的社会做一点付出，谢谢大家。